对，还没跑是吧？好死了！今天是到的最好看的一个，这烫死的呀！先生，你会多少分啊？快点啊！还像那么回事儿。好，这里漂亮。嗯。哎，宝贝儿，你电话了不？你正离了是吧？哎，好像就是老的。快刮。嗯。老的很远有嘞。刮。行了。回来。回来。那我发了网上啊，这个煎饼那个什么，这煎饼西施啊。大哥，今天和谁一块吃饭？老婆不一会儿来。他没给我打电话呀，我在来突袭嘛。太上头了。打电话一会儿来了，打他电话。你看了吧，我给你说，今天你拿俩挑出来的，都去那个房间再一进吧，二楼一进。就是那个提示的那个吗？不。嗯。你笑啥呀？那打电话是真的是如意听吗？啊，他说的是。啊？好了吧，应该这句话就还没有那种感觉，但是噪音大。这我闹的，跟你说。啊，你闹的。鸡蛋，一个胖的小凤。史上最什么？最棒的二人组。二人。啊，史上最勤劳的九零后美女。陆显明啊。不要你们给我压力哈，一直在闹。不用了。